什么办？满能给打。马站长，俺能给打。怎么说呢？满做啥玩呢？满做啥打鸟啦？原住民族电视台咖喱，刚刚那么他们那新闻，说俺那马国呀，把你跟那把鸟呢，鸟了来那么下。说的他们新闻，目录给他不会说永久无他们那咖喱，莫拉克说了路，马在维族满做啥在哪呢？西格兰不会说谁和是干么能个永久无，一度没了一年罢了不说。 明仔日检察委员刑讯案里，大家呢大家积极呢说，什么修改米税，满做啥办呢？做啥点样啦？也不多呢。台东南汇地区，明早，还是一年，有多路乡，有比多说多呢永久屋，大家给他说你早，马可那路，我呢他们呢说，万那万那，万他们呢说建立米税，怎么做了给他？ 我们这只要用水，楼下就会滴水，滴水就骂我十几年了。你可以问他，没有叫那个来处理啊，可是你也没给我们处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没有人用啊，已经讲了十几年了，啊，有用吗？没用啊，啊，现在全部都漏水，又更糟糕。但那啥差啦，还是乌鲁巴扎扎努姆，但那啥楼主还是西吉多住，乌鲁金但那啥。 白了，本来意思马农，我都把这万多个马的个那那该搞阿拉马农，做走路马上爱做，干了因妈咪啊，是给做，那边啊阿尼比，咪做不了奈，干了木咋咋弄么？我做卡路因妈咪啊，我在你带住咪卡咋啦，做走路卡啦马那得了，到我永久我打那啥马卡西亚卡咋来呢？ 我那打那啥，苗马的做啥在那呢？马卡啥做干呢？慢慢弄。第一年就漏水，然后第二年的话呢，哎，其实刚开始就有发现，那以为它只是可能龟裂而已，然后后来发现雨越下越大，经过几个台风之后，它就越裂越大，然后是整排裂到底。这个柱梁啊，是西行钢，而且尺寸大约在十一二公分而已，这个是公了的。 材料才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，永久屋怎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柱梁呢？这个永久屋价格完全是非常的简陋。苗满足啥在哪呢？美南，索拉罗莫拉克尼亚嘎嘎那台东南汇地区，还是那大屋金峰泰马里马布基里永久屋达那啥？检察院马里戈布什么修古？马格纳努说莫拉克达那永久屋。 监察委员杜格贝祖穆吉莫鲁什么修古明早，还是那满在那那意思，该一年早当那建立。监察院有立案调查，针对莫拉克永久屋的政策推动的一些实施的状况哈，那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来到台东的这个大武的永久屋，好这一带的永久屋来了解实际状况，长达十年当中，对于我们在地居民。 永久屋居民所产生的相关权益有什么样的影响？该一年早马开始，把第二年打那啥，该呢阿拉马农，第二个阿拉马农不如不论马地不饿了，侬该第个里面做做咩呢？无奈马不起哩打那啥，嘛是你阿拉阿家做电脑那，我那把电脑马那得了打那啥，下了巴掌我呢做么子不了，把你做么都走路咖哩。